这个新闻多少钱？我买下来了。对了，廖董啊，有一则新闻还蛮重要的，我想说上菜前还是先让您看一下，希望等一下不要破坏你的胃口。廖董，这是我们明天要发的新闻，请您看一下。这新闻真的还假的？该不会是你们记者乱写的吧？啊！而且我银行放款，并不是每一笔款项我都记得很清楚，所以你今天带这个来，意义不大。廖董，这都是我采访到的第一手消息，是真是假，可能爆出来才知道。侯方平，怎么这样说话呢？是我们比较不好意思。啊，简单的说啊，是我们报社的摄影，他跟贵银行贷款，又去乱投资，现在贷款还不出来了，投资也被套牢。弄得两头空，所以两位今天来的意思是？哪有什么意思？只是希望，如果廖董您能高抬贵手，那这个新闻就根本没发生过。我们火线新闻啊，一向为受访者发声。如果廖董您说没有这件事情，我们也不能硬是把黑的说成白的。不过现在蔡崇生市长已经决定要竞选连任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希望一起前进吧。为您准备碧绿素黄雀，请享用。这个新闻多少钱？我买下来了。至于贷款的部分，我请底下人去处理啊。来，肚子饿了，先吃饭吧啊。谢谢廖董，来，我帮您服务啊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客气。哎，谢谢，您请。啊，对了，廖董。贵集团下一季的广告预算，我们火线新闻是不是应该先为您预留一个版面啊？火线新闻算是全台湾第一大优质报，我想至少拨一半的预算，这样 OK 吧？没问题，谢谢你。哎。